国务院总理李强30号下午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并访华的毛里塔尼亚总统加兹瓦尼。李强表示，中毛两国友谊深厚，习近平主席日前同总统先生成功会晤，共同就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新的规划部署。中方愿同毛方一道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，以两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为契机，拓展农业、渔业、能源等领域合作，加强卫生、教育等人文交流，推动中毛友好合作关系再上新台阶。中方将继续为毛发展振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。加兹瓦尼表示，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、全球安全倡议、全球文明倡议，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，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，推动毛中关系进一步发展。